哈利路亞，親愛的阿爸父，感謝你，感謝你賜給我真是喜樂的心。我從前呢都是罪人來的，耶穌說多謝你的寶血，你的寶血蓋過我，使我在天父面前成為一個義人。主啊，多謝你，多謝你的愛護，多謝你進入我的內心，多謝你更新我的生命。我憂憂愁愁現在變為喜樂，一切一點都是來自主你的。主啊，你對我真是太好了，你是很疼我。我由低下的層是一個仆人，我現在變為主啊你的寶貴的兒子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會一心依從你，我要向著你，我要跟隨你。我知道呢，跟隨主呢就是最有幸福的，最開心的，一無怕。我有跌倒，主你扶持；我有失落的，主你同我一起行。主你沒有離開我，你是好像婦人一樣愛惜她的孩子，你擁抱我，你看顧我。主啊，我感謝你，我一生都要仰慕主，我都要向主。我的以後我的工作，我的行為有主你看顧，我求但求主你喜歡的，我願意獻上一切，我願意獻上為主所做的一切。主啊，求你幫我，幫助我向主一無掛慮的向主，多謝主，感謝主，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求，阿門。哈利路亞。因為現在是學習，我想問你這先你祈禱的時候你有沒有一個主題？我的主題就是主幫助我愛人。 OK， 好，主給我由低升高。 OK， 好，那就謝先他呢是謝先他剛才他講這個，但是呢過程我們發覺他講了很多東西，神的喜樂啦，他有講到這個升高啦，就樣樣都是要講一些神啊，你怎樣幫我的，就少講到神是怎樣的，就同埋少是怎樣回應，同埋其實你有很多個主題嘅，即係你其實有很多個主題，一個轉一個嘅。如果你是講到呢個提升，咁樣咧，嗰個祈禱就專注喺提升。專注提升，嗱，我而家示範下，專注提升嚇。OK。哈利路亞，多謝主耶穌啊，神啊，你將我提升。本來我咁卑微、咁軟弱、咁多罪，但神咧，你睇到我哋唔係睇小我哋嘅，你將我提升，因為你就係一個好睇重我哋嘅神，你係好想提升我哋嘅神。當你見到我哋軟弱嘅時候，你冇嫌棄我哋，你一路提升我，讓我由一個軟弱嘅人變為剛強。主耶穌，多謝你，因為有耶穌，而家我更加剛強，有信心。以前沒有信心的神，你就將我提升變為有信心。我相信神，你凡事都能。感謝耶穌，你提升我。本來呢我沒有盼望，現在我有盼望，我有盼望，我知道前面可以祝福很多人，因為神你是提升我的，你看重我的。主耶穌，我以前沒有什麼喜樂的，但你提升我，將我呢時時呢可以親近神就有喜樂。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在你裏面呢我就有喜樂了，因為你是提升我的神。多謝耶穌，祈禱奉耶穌名，阿門。我其實講幾樣的提升的方法，但是呢我每一樣都講到神那個性，他是喜歡提升人的，看重人的。然後呢他講到不同的提升呢，令到我的回應，即是重點，始終你聽一句名詞就是提升，重複聽到提升，那你就很深刻印象，神是提升我們的，我們本來軟弱的又變成剛強，本來沒有喜樂的又變成喜樂，那而過程都是講到神本身的質、那個性質，還有很多感情的回應。